结婚后，别问男人这五个问题，他会生气，后果严重。女人总是喜欢跟男人求证，对自己的感情，其实他说的话不是那么重要，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女人偏偏是听觉动物，非要男人的各种承诺，于是总是在男人耳边说个没完，问个没完。聪明女人是不会问男人这五个问题的。一，我和你妈谁更重要？这是中国男人最讨厌的千古难题，就如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，你先救谁是一样的。现在已经有了各种版本的完美回答，但是都不走心，因为这个问题就不该存在。女人和男人结婚就应该爱护男人的家人，当然男人也应该爱你的家人，两家人应该尽可能的好好相处，而不是让男人在最爱的两个人之间做出选择，一个是老婆，一个是妈妈，又不是敌人，干嘛要分那么清楚？如果说他妈妈更重要，女人会受不了。如果说女人更重要，就是将男人陷入了不孝顺的境地，怎样都不好。啊，我和游戏谁更重要？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上了玩游戏，那就让他去玩吧，别问他到底是你重要还是游戏重要。他当然回答你很重要，可是他也舍不得抛弃那些战友们，通常会让你觉得他更爱他的游戏。如果他已经投入进去了，认真坐在电脑前，你千万别这样问他，他根本就听不见你说话，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，自己乖乖在一旁玩玩手机好。当然如果你也是高手，可以和他一起打怪，还要给他花钱买装备，他就会更爱你。当然你们可以提前商量玩的时间和陪你的时间，不能把所有时间都交给游戏。其实他是可以安排好的，只要你别在他玩得正在兴头上的时候让他停就好，否则他会发火。三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回来那么晚？他肯定已经告诉你了，要么是加班，要么是聚会，或者谈业务见朋友。女人最好是相信男人说的话，不要追问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女人不是聪明的女人。聪明女人会知道，男人告诉你的要不然是实话，要不然就是为了你们好而说的谎言。如果有一天真到了必须坦白的那一天，他会说本来可能也没什么事情，他只不过是有应酬，那是男人的社交甚至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他回家晚了你应该关心他而不是责问。四，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？很多女人对这个问题乐此不彼，喜欢问一遍再问一遍，本来可能没有人的，让你这么一问，问了个一年半载就真的问出来一个人。不是他一直都有人，而是你对他的不信任让他减少了对你的亲密感觉，慢慢的只能在外人身上找寄托。聪明女人会选择相信丈夫对他好，笨女人才会一直怀疑。五，你把钱都花到哪去了？女人对家里的金钱问题要么就管账，要么就啥也别管。管账的话你自然知道钱都去了哪里，不管的话就别问那么多，够你花就可以了。夫妻也可以共同记个账本，把花的钱都记录上，就不会忘记。很多家庭能否幸福取决于女人，如果一个女人比较智慧，懂得怎样和老公和婆婆相处，家庭就会比较幸福。如果女人总是喜欢找事，婚姻就不会那么平淡，可能精彩的让人受不了。